你说四月她24岁，那么巧，她也是个孤儿。妈，这天底下24岁的孤儿有很多，但是她也有幽闭恐惧症。可是您刚才听四月也说了呀，她小的时候是自己掉进枯井里，跟妹妹的情况不一样。但你不觉得她的脸很面熟吗？ 面熟的感觉应该会常常有的吧？嗯，妈，您还记得吧？上次我们不是用那个电脑绘画画妹妹的样子？那跟四月不像啊。但妈，你也别胡思乱想了，四月已经找到家人了。什么？她已经找到了？对，是费县的一家人，而且基本已经确定了。这对她来说也是好事。 谢谢肖总。小韩哥，今晚英超联赛，一起喝酒看球吗？今天晚上我要加班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约人了。不就约了萧寒吗？知道你还当电灯泡，哎呀，走走走，赶紧走。他不会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他刚刚打电话跟我说，让我来陪你。你来陪我？他该不会误会我跟你？就怪你上次毛手毛脚的，肯定误会我们俩了。误不误会你都没戏，你就别再单相思了，可以吗？ 你看，你一个黄毛丫头。服务员，来一打加士伯。你好，小姐。哇！这是萧寒先生给您订的96年的拉菲，希望不久的将来您能找到相亲相爱的亲人。嗯。谢谢。你还说没戏，这是没戏的样子吗？都叫我来平事了，还送什么酒？他当男神当惯了是吧？ 小姐需要打开吗？你帮我打包吧。包什么？打开！啊！快！干嘛？谁要开了？我呀。
范星，哎妈，这么早你上班啊？是啊，你要出去啊？嗯，我去公司。哦，那你一会儿带我一段，我想去学校之前呢，到派出所交一些新档案。警察说这样能重新合成你妹妹的照片，我相信会有用的。啊，我们走吧。哎妈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正好我顺路，我帮您拿去吧。您上课别耽误了。嗯，那我就直接去学校。你愿意？当然愿意了。一定要今天拿去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去。小心啊。嗯。哎妈，不着急走，先吃个早饭吧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嗯，拜拜。小韩哥，谢谢你的酒，我做了寿司，在天台等你哦。喂，香，嗯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肖寒哥呢？哎，肖寒他没空。是吗？嗯，这什么？喂，哎，喂，哎，哇，寿司啊！这是我给肖寒哥做的爱心牌寿司，不要用你的臭爪子碰。在这儿啊？肖阳哥叫我来的。他为什么让你来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。哎，一个男人三番两次的拒绝你，难道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他不喜欢你呀。别以为就能这么打击到我，我喜欢他十年了，才不会被你一巴掌拍死。哎哎，寿司留下。拜拜。